两位大理寺少卿一起来访，是为了谢昨日之事吗？昨日之事多谢了，这支断剑昨日是在岸边发现的。李少卿是什么意思？大胆邱庆之，你竟敢伙同公子劫持大理寺官员，你该当何罪？放官少卿又是何意？既然金吾卫已经审了一夜了，那之后便交由大理寺来审吧。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